协会的会长，也是我们龙潭乡的帅哥孙会长，来给各位致辞加冕一下，请各位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孙会长。龙潭乡各位乡亲父老，各位长官贵宾，我们龙潭乡公所的前拜登、主拜登、蔡小姐，我们社团的各位会兄会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是由我们龙潭乡公所所主办的甲子广场，这个时段是由我们社团来表演。我们准备了很多节目啊，这个节目内容相当精彩，请大家等一下多给雅俗姐的热烈掌声，使得他们在卖力的演出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大帅哥孙会长，谢谢。我们介绍一下贵宾。武汉的村长罗湘琴，谢谢。还有我们演艺员的团队，谢谢你们的莅临，谢谢。刚才我们会长讲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既精彩又丰富啊，载歌又载舞。首先我为我们表演的第一个节目叫做地方舞曲，由我们的会长夫人赵淑芬小姐所率领的舞曲，为各位表演的是花桥流水，请各位